为什么打野啊？行动怎么能说打野呢？这是伦敦郊区啊，兄弟，伦敦郊区的。这个是狮城，不是伦敦。圣马丁，你们去吗？警察？不去啊。垃圾地方。我们要么去最高的，要么去最富的。三二一，走你！要么就是去最穷的，我们只去这三个地方，不去中间的。就是要么最高，要么最富，要么最穷的。只去最极致的地方，兄弟。可以。我们现在就是来到最穷的地方。不是要钻洞洞吗？我们是要钻洞洞吗？你去洞洞房子，洞洞摇不过四个人呢。洞洞一个洞里怎么能塞四个人呢？我去洞洞。哪条？不，我要跟着我弟弟。这洞里四个人进不，受太穷了，里面受不完。你跟着谁？没事，我跟着我弟弟，我弟弟落山。那你跟着你弟弟好吧？哎，你跟着我干鸡锤啊！我他妈是你爹。弟弟，你要死了，兄弟。你再说一遍。你看看我手上怎么讲、啊、我操妈的，沙雕打不过你似的啊！要不要考虑一下林北、万一你真打不过很丢人的。又开始干了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动不动就干。我会把你补掉的，兄弟。刚才如果林北你在，咱们这车不是偷成功了吗？他非要带着 我再偷成功了，我他妈跟他拼拳，他拿枪打我老子。我怎么跟他成功？他并不厌诈，这个东西也不是，对吧？你跟我玩那么多次，你都明白一个道理了。明白一个道理了。哎，这边有东西吗？你想我晒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想风中坐不住。一个人撑伞，什么玩意儿在想水杯？爱你是错的。那没到你了，一人一句啊。红色高跟鞋，可以。这样，我们每人一人唱一句，接不上就接不上的，或者唱错的，要给上一个人装备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怎么样？可以。也唱。海子呢？我中华小曲库。可以。那我来先出一首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总是什么？喂，给装备。我有 K 位。给装备。不会。给装备。给谁啊？给我。给老表。啊，给老表。肯定给我的吧。我上一个老表啊。好。对啊。到你出题了。到我出题是吧？啊，不是输那个，我出题是吧？我下一个是谁？你先说好。马跳，马跳吗？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。喂，我去！我操！我出车祸了，兄弟。每只蚂蚁都有鼻子，每只大象都有鼻子。给装备，我就在你后面。马跳出歌，不是，这首歌叫《开道荼蘼》。你要啥呀 ？Ska， 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就一把枪给扒了。那我还你把 AK 好吧，我不是一个。让你出了。那我出啊，我想想出个什么歌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不能让 Tony 出。Look at the sun, look at the sky for you。拿着飞机。唱你妈洋文歌的呀，不能唱洋文歌的。哎，我的，你他妈粤语都唱，为什么不能唱洋文？没哪个能唱了。那没就完了。那没什么，大不了不玩啊！那
把装备还了。不玩就不玩，不玩了，不玩就不玩啊，那有什么吗？反正我要不玩了。我俩都赚了，那我这个不玩就不玩了。你唱杨文哥，我就不玩。那不玩了，我这被人收挂，大哥。那我唱杨文哥不玩是吧？那我就换个中文歌。嗯，来。我想想啊。好，你想，我想到了，我想，我想到了。好想。不行，我得想个难点。站在能分割世界的桥，难道没见？那唱我听不懂了，不玩了。那不玩了就不玩了。不玩了，烦死了！怎么听不懂的讲话？不玩就不玩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他妈逗你！我这……你唱个能听懂的？战不亏，我是净赚血亏。你唱个能听懂的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不管，你甭说唱个能听懂的，你就说唱个你会。我欠你啥装备都不玩了。你唱个你会的不就完了吗？你不玩了，你不玩了，你也得把上面把玩的、对啊、你给还了、啊。那得是了，你给他。那我替你还给蓝战飞吧，好吧？不行，我没欠他的呀。哦，那我给你个，那我把我的八倍镜给你，好吧？不要，我要不起，要不起，我他妈要不起，我没别的了，四倍块八倍，五六子弹，四倍块五六子弹没问题，兄弟，给你四倍块八倍，啊，四倍块八倍换了，那你他妈倒是过来呀，我给你子弹呢，来了，我要九八 K， 九，四倍呢？给我七点六二，子弹呢？那你倒是给我点五五六啊。给我七六二，七六二，你没有七六二，一发没有，来，我六十发倍的，三十发换三十发，我再给你三十发，好吧，我没了，一颗都没了，哎，子弹呢？哎，你给我点了，我靠，哎，来来，我啥都没有，我还赔了，给你，还玩吗？嗯，玩。有人，这雷不是自己人，自己人扔的。你他妈你走不走？有人呢。卡着的没上车。还玩不玩？在那蓝战飞。玩了。成语接龙啊！死亡成语接龙啊！死亡成语接龙又来玩这种游戏。死亡成语接龙这是带躲的，只能打头，只能打一枪，头可以动。可以，游戏又升级了是吧？安全区好吧，先去安全区找个厕所好吧。你别说玩啥游戏，你说你要啥装备吧。我要你的命。这个游戏是要命的，兄弟，不是要钱的。这个游戏不是要装备，这个游戏要命的。玩死亡接龙，接龙子弹全都赔出去了，并且还要再搭上自己一条命，那我是挺贱的，我那我们先说一下游戏规则啊。我当裁判。这个游戏规则叫做死亡成语接龙，接不上的人要被上一个人打，上一个出题的人打，出题的人只能开一枪，不能开连发，不能多开，只能打头，头可以晃，可以躲子弹，好吧？科目一没考过的人真的是牛逼，开车我操！我来，多开枪被其他，如果开两枪被其他的人乱打，轮奸致死。可以。来来来，输了的人如果逃，也是被轮奸致死。来，好吧，来，来，来，我这，我们走。我能申请不玩不？不能，再过去把头盔偷了。装备啥都没有了，我还要一顿挨揍。来，你过来干嘛？对面去。哎，我偷头盔，都偷头盔。可以躲是吧？可以躲是吧？可以 Q 一躲，只能开一枪。输的那个人出题啊！输的那个人出题。啊，我先是发题，我然后到马狗顺时针啊。为所欲为，这个，马狗打蓝战飞，蓝战飞打托尼，托尼打我打马狗。放屁，顺着过来，哎，这样。不是顺过来，顺时针。哦，那我打托尼，哎，托尼打蓝战飞。对，为所欲为，马吊肩，我为国为民，为国为民。我民不聊生，我生生死死，死不认错。啊？那是啊，这真是成语，你可以百度一下。死不认错是成语吗？啊，是的，真的，真是你自己百度。你要不开始摇头吧，朋友。死不悔改吗？不是，错乱有致。是，首先是这个样子的，首先是只能开一枪啊。先听我讲，是 Tony 打我，然后 Tony 要认可
托尼，你可以上网查，这个真是成语。我不信，我不想。那我换口，死不悔改。啊，死不悔改是。哎，可以。我死不悔改听改学改邪归正。慢了，不好意思，慢了，打慢了0.1，不好意思，枪出去了。不是，你不能直接开枪，你要说开始打了，让他摇头，你才能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加多个规则啊，以后要打就是要开始打啊。给死不悔改，我跟你说的吧，还他妈还要挨一枪，我他妈。那马狗出题吧。我他妈出题。你不能打我马狗。这样，这样，先听我讲。出题那个可以改变方向，可以改变方向是吗？我不用改变方向，我改变方向，改变方向。我这个逆时针，来了飞机。冯唐易老。什么？冯唐易老。冯唐易老。冯唐易老。四。老。哎，我想到了。躲掉了。顺时针。哎，不能开两枪，只能开一枪，调单发。顺时针，顺时针，顺时针。我们来这里，我们来这里，不管我们的事了。顺时针，我想一个，我发题啊，我发题啊。没关系。我他妈的，我想一个屌的。我给你想一个怎么样？我他妈的，我给你想一个，马口必死。我告诉你，你说，你来。半老徐娘，你让他接。半老徐娘，我四三二一，死吧你！你不能打他，你他妈逼！咋不能打他了？你要让他摇头啊！你要让他摇头啊！哎，我倒数五个数，他已经知道一了，他就摇呗。我懵了，娘！不行，重新打一次，马狗摇头。不是，不是娘们姐姐，你不能打两颗子弹。日本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半老徐娘，顺时针，请听听，半老徐娘，五四三二一。太弟弟了，太弟弟了，兄弟，太脑，太弟弟了。可以。哎，我先听我讲，先听我讲。司令北整你，你不应该来个顺时针吗？啊，那我出的题我肯定知道答案啊。顺时针，我来。我给你来个顺臂王良。四妹王良，两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良心发现，一开，信，啊，良心发现，良心发现，线，你离我远一点，等远，四，摇头吧，三，二，线，一，我操，线，哎，这很棒，把他躲过去了，我想一下。来的没去过，回来！我摇头！我操！你他妈打我！你回来呀！老子又不跑！别跑啊！我说过我跑了吗？他妈！别出去！回来！啊，你说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顺时针。顺时针，蓝色飞机啊！顺时针是我，逆时针是令北。啊，逆时针。他妈小出题吧。出题吧，走火入魔，魔耶，摸爬滚打，啥？摸爬滚打，打，五，打，四，打你妈逼，打你妈逼，可以，我跑毒了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一群壮士，那你怎么不能？
起人来了，不玩了。他妈的，陈宇接龙接不了他妈骂娘了，兄弟。可以。他妈的，接不上就接不上，他妈能骂人的吗，兄弟？我他妈这个是骂人的，素质真的差。他妈玩迟了，这里有车，兄弟，去哪啊？我这里还有人接，逼上梁山的吗？可以。我操！我一枪都没挨，兄弟，托你也没挨。我莫名其妙挨了一枪，是托你打我的，我的妈！马甲叫我蹲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没打中我，摇头也没打中我。你他妈活着干嘛？你个废物！我操，真的是废，摇头又打不中，蹲着又打不中。这。我终于知道马甲为什么那么菜，真的，哎，摇头真的打不到头，兄弟，好难打。放屁，他摇了两次，我都打死他了。那你挺牛逼啊。是我。啊，我们又把这个。我有个游戏，不知道各位敢不敢玩。不玩了，还玩？我们已经刚才。我觉得下次我们玩勇气试炼，在这个里面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玩勇气试炼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已经把这个成死亡成语接龙已经更新了个版本，还可以带他妈私人恩友跟我马甲在那里打了超几个回合。哎，到底那个怎么接啊？什么什么娘啊？等到下次你们问我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。你说吧。娘娘强强。对对对，娘娘强强。人队友不在，对面还在懵逼。我操，这种重枪逼养为什么会有人？哎，谁在开枪？敌人，敌人，真英雄啊！老表，老表，老表啊！老表好像掉线了。老表，你人呢？老表，跑多了，他掉线了，他好像。妈，老表，我就看了，我就记得最后的印象是他拿了个三轮车，然后人就没了。跑多了，好远啊！哎，你有止痛药吗？没有。谁有止痛药？他止痛药这是什么？不要说止痛药好吧，红牛都没得。我有 OK 绷，你要吗？OK 绷不要。还在打。别管，我跑毒了，你爱打吗？别那么远，打赢他能得啥？还要我吸毒，我才不干。打赢他能得个人头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吗？啊，他家断网了，这圈得跑到猴年马月。他家断网了。哦，十二点快下班了，没事。其实还有一个终极血脉爆炸成语接龙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打个饮料。啥成语接龙？就是成几何倍增长的成语接龙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就是我出一个题，你要自己接两个，你接完一个自己再接一个，两个之后下一个人就要接四个，再下一个接八个。我的妈呀，那不用玩了，这是第二个就死了，第一个上。这个叫终极成语接龙，兄弟。现在我的成语接龙抹完之后，我都可以去玩说唱了。你都已经很牛逼了，半老徐娘你都接上了，兄弟。不踉踉跄跄，踉踉跄跄的，踉踉跄跄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。啥？马狗，你看着我，你看我没防弹衣，我操！哇，你好帅哟！我才发现我是个裸屌，我操！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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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硬糖发黑街，黑化肥废发黑，黑虎掏心，黑虎掏心算吗？黑虎掏心不知道哎，黑虎掏心绝学吗，兄弟？好，黑虎掏心算不算成语啊？你来个黑虎掏心，那我就给你来个心灵束缚。他们说算，他们说黑虎掏心算。这毒冲过来了，兄弟，我们离圈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很难过，我没有药。第三波毒 ，OK 的。我也没有药，你要能进去。我有三个急救包 ，OK 不？那刚才那个包里面我有一个，那刚才那个包里面有七个急救包，我捡了，我只有三个，那证明马小跳身上有五个。哇，你是哇，天哪，你数学学太好了，太聪明了，没错，我身上五个，不止五个这个币。那你他妈不给我两个？你这死不了，进圈了再给你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币不止五个，这个口气。五个，真五个。地上还有一共八个急救包，地下还有三个没捡的。啊？那就你认为你自己有问题，我们舔吧，我们能舔到，你舔不到，你不是自己有问题吗？我这不想着让给你们吗？我就不舔了。我你们舔剩下东西都不叫我，那不是你们的问题吗？他妈想把人给打死，有个憨憨去重启他家的网络，他妈把我都给拔了，我操！把他头给拧下来，我他妈差点没把他头给拧下来，兄弟。不是你妈，来两个包呗，两个鸡吧。你是跟别人住一起吗？有医疗包吗？啊，有饮料吗？没有，一瓶没有。你是跟别人住一起的吗？不是，隔壁的。跑毒了，给我来瓶可乐呗。跑毒了，跑毒了，跑毒了，别来瓶可乐呗。别挤，别挤。他那个网，是不是又断？老板，你讲老板。不是，他那个网不是小区里面那个网络都是同一个配电箱的吗？哦，是。下面那个箱子里面把你的线拔了。啊，他那个憨憨他重启他家的那个路由器，他妈把老子都给拔了，你知道？他拔完你说，他拔完之后，嗯，怎么还没断网？不是，我出去我看着他，他在那个手伸进去，然后他一脸懵逼的看着我，然后说，啊，我认就是认识，然后。就是就走路过，就是坐电梯的时候见过，他问怎么了吗？我说兄弟，你把我家的网给断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我说你不知道，你他妈还不把那个电插给我拔插上去？我他妈都差点给他顶下来，兄弟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我直播间还能不能登上去。哎，先上游戏，先上游戏。再上游戏。马跳，发挥我们的狼食，把这个房群收个底朝天。可以。好，我捡到一把饮料。看到防弹衣，请叫我一声兄弟。这里有一个一级。可以可以，待会儿来拿。别开枪了，看到顶上有人。舔包，我管你了，舔包。牛逼，我喝瓶饮料。我他喵站起来了，兄弟。毒来了。爱来不来，这种时候你爱来不来，兄弟，来啥都没用。让俺嘬一口。楼上灌了个雷，当了一下，三杀。不是。有八倍镜的里面，我没捡。我跑毒了，兄弟。我要跑毒了，喝瓶饮料。他包白舔。打个包，我有药。我需要药。
到底下一瓶饮料，没得分了。OK 了，够了。我们头顶上出人很难受。左边的房区听一下有没有人。你们两个上去。好的，来了。有人。我们听一下有没有人。有人。扔雷了，听到我们。前面那个斜坡去，不睡觉。房子右边，那个废房子那里有一个消音 mini， 我们就打这个斜面。妈的，盯一下头上265，就盯头上，你只盯头上，别的别盯。行。那边盯住那房去，我盯右手边。哦，我也盯头上啊。你盯你头上那个房子。我要盯你们后背的上坡。林北，躲烟，林北。冷传说，冷传说。那边怎么出了个人了？从那跑过来的。灌雷了。我他妈被后面 mini 打了，可以再封烟地上。哎，困难。那队人从哪出来的呀？让你盯紧，你他妈的还被人打了，打死了，你还不告诉我们？我盯紧了呀，我刚看到那个人就把我打死了，然后我就报位置了。他肯定是从山上下来的呀，傻雕。